走。上这个是上了不好了，不上你推得对对对，走呗走呗走呗，没事走呗。不是你觉得上了不好，你来推。打不怕人打。大不大的搁这儿了啊，刚才是搁这儿了。走吧，先走吧。啊？先走，走这儿了是吧？走这儿了。
回来要打你一个嘞。嗯，他不大，他是长了。嗯，很长的。不大。融了，这片基本大了不好了。了解，走，我走吧。走，你穿那件。打局了，挑不上了呀，是不是？年纪差确实是有六年级没有吧？没有，俺那时候没有六年级，都是五年级。那几班那我上过，我上过前两年，他们才开始有幼儿园，不是学前班，不叫幼儿园，学前班。那时候才是正儿八经的九年义务制。小学五年，初中两年，高中两年。那会中大局往那走啊？九年，现在是念了比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，高中又是三年。他是给他拼了，是个死局。初中还有两年了。嗯，初中还有两年了。啊，俺那60年代，俺那两年呀。初中两年。初中都上两年。嗯，就是一个是，那书本一个上车一个下车。你都说你那，我再说再跟你说，你没见过，俺这一房的，专门考试、毕业考试，就是卷一发给你卷拿回家，明天交。我是建那个小学的，换个码吧。给家我都是让去，我那个有办法，有那个有轻松，有换个码的，心里面要可能。那大学生是教委，交白卷了吗？白卷钱了吗？你说。不中，丢局了，你这。他当年，你打门了，你这门夹，你下午快下课了，你考试卷，你这不别拿到了，不中了，丢局了。明天交，你都拿回家。这他妈都60的，这都。下命了。你推把马推过来也中。4:30。4:30。